警察大人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们已经在一起很久很久很久了，而且是一见钟情的那种。警察大人，警察大人，警察大人，吓我一跳，怎么了？这么快？我担心你的安危。 一直在暗中保护你。哦，对了，我发现了，地下就在。在什么？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有一位英雄伟岸的狐妖大人。<笑>狐妖大人，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？你们两个。 深夜密谋，莫非？没错，我就是在跟青川大哥哥谈情说爱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爱意就在我的心中悄然流淌。青川大哥哥也是感应到了我的想念，于是就找了过来。我们刚才在说，想要狐妖大人来见证我们的爱情呢，对吧？ 跟我回去。胡妖大人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我与青川哥哥，我们早就相爱了。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我就被他的魅力深深的折服。胡妖大人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我觉得青川哥哥为人温文尔雅，玉树临风，待人真诚，重要的是对我极好。 每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内心都非常的激动，所以我们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约会。狐妖大人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我们已经在一起很久很久很久了，而且是一见钟情的那种。<笑>